这个很酸呢、欸。对啊，这个对啊。对啊。举重很辛苦哎、欸，如果他们要那种开放那种架的，很尖啊，很酸呢、欸。然后掉到镜头还要被骂这样。对啊，不能穿呢、欸。好，所以想搞不好会不会下次就有一个这个游戏、啊？那我们这一聊天这一趴就麻烦你了，好不好？会抽筋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好强哦，你们要举一整天呢、欸。这样我们就知道工作人员其实也蛮辛苦。那他们吃便当 OK 啦。对啊。我们本来就觉得 OK， 因为他们吃便当 OK， 但不要在我们面前吃啊。哎、欸，他这样算不合格，因为他我们谁讲话他脸会痛。有，我有动，我有动，我有动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拍戏的哈、哦，跟各位讲一下，拍戏拿蹦还要记台词，对，要不然也会被导演干掉哦。线不能穿。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样对话对话，然后我们这样还没讲完，他就把翻过去，那我在那边讲的时候，他就会被骂，因为收音就不太一样。对啊，都这个每个行业都很专业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看那个摄影师更累。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可以要求你们讲话先举个手吗？不然你们突然间讲，我来不及转嘞。这就是你平常的风格。对啊，你有没有看剧本啊？你就是不看剧本啊？看剧本啊，你要记一下台词嘛。对，你这哎，摄影师，你这工作人员怎么找的、啊？对啊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拿个包都拿不好。对。穿了好远好远，好辛苦、啊、超麻。而且你是不是还可以知道，我发现他还可以知道现在是 long 的还是 close 的耶。哎、欸、等一下，这个画面就是、欸、他拿蹦收我们音，蹦然后这个蹦的音，蹦对啊，蹦上收蹦上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拍摄影师？大家是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有点像那个枪，有没有？这里，东木，谁开枪？东木，啊，你拍我，我还拍你，怎么样？啊，剪掉收正是，我也拍你，我也拍你，怎么样？你那是狗仔啦！啊，面对狗仔就是这种状况啊！哎、欸，各位，好酸哦！我看到锅盖，有没有？怎么会有锅盖、欸？你要坐下，他们说不能站起来。哦，站起来会看到的。站起来看到的。你看我们这边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就做好蹦上的工作就好。欸哎、欸，这站起来看到他们在跑哎、欸，可是你这样他们很难入围。真羡慕纳豆，纳豆来就可以站起來。因为只有一个摄影师，我们讲话要拍我们，然后你那边他又要拍。对不起对不起，那我去改。哎、欸，拍好了。改这样。要回来了。这样会不会太高？下来。不要收啊。对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哎呦，他马上跑回来了，跑回来了。回来了吗？回来了吗？好久。那我们这样讲话是不是要小声？哎，他们回来了。